有人在吗？敲门都没有回应，陈姓女子成立互助会，却利用互助会吸金诈财，竟然恶意倒会，和丈夫一同落跑，把一夕间骗来的金钱，还有和邻居的好交情都给一并带走。这几张啊，这27张，对啊，大概我分先的2000几万，加起来要差不多要2000多了。邻居说，陈姓女子5年前嫁进眷村，复习跟会都很正常，也很有信用，但却在今年9月底说自己无法准时缴息，谎称说金流出了问题，但却是挖东墙补西墙。随即过了2个月，11月6号，和丈夫从此人间蒸发。一个用扒拉票啊，一个请扒拉票哦，差不多250多，变260啊。他真可恶，他真正足可恶，看他干善良人啊，一个人我当骗这多人，红啊无。夫妻档诈骗地点遍及高屏沿海，被骗人数上看几百人，就连交情10年的邻居也被恶意倒汇。陈姓女子还专挑年纪6字头的长辈下手，一个人至少被骗200-300万起跳，足够诈骗金额高达破亿。传讯的动作，同时如果嫌犯未到案，我们将立即移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。由于阿公阿嬷们都是拿存了很久的钱来跟会投资，却没想到陈姓夫妻档狠心卷款潜逃，甚至在上个月才刚成立一个会期，连要卷款了都还不放过会缴。目前警方加速调查，要全力将人逮捕到案。记者张淑华、马嘉瑜屏东报道。蔡政府关中天，言论自由已死，新闻自由已死，请立刻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。